Hello 各位好，继续绝望监牢。上次讲到即将要开一个绝望审判啊，我哋即刻开始唔多讲废话啦。嚟啊，绝望审判开始啦。找出李市长犯案嘅真实身份同动机。其实我哋可唔可以一嚟即刻答问题啊 ？OK， 我哋试下。回答后的剩余回合数越多，报酬越豪华。我哋即刻嚟啦。君新凌系黑木东美，佢对李市长嘅限制自由教育抱有强烈嘅不满，引发呢一连串嘅案件嘅目的系为咗令李市长回应期待。呢、這、一个就系佢谂到对李市长嘅复仇啊，应该系咁样啊。我哋望一望先。回应期待啦，秘密暴露应该唔系啦，尽快落台都唔关事啦，颜面扫地都应该唔似啦，所以就应该系回应期待啦。咁佢就本身系因为限制咗佢嘅人身自由，所以咧佢就要进行呢一系列嘅报复啦。至于点解会限制自由呢，就因为黑木东美咧，大家都睇到佢系呢一个喜爱音乐嘅，啊，佢会街头演出啦，但系阿爸肯定唔得噶啦，觉得佢一定系要读书嗰啲嘅。好，我嚟。Oh no！ 竟然错咗中间，竟然错咗呢个假五回应期待，胡思吧？唔系回应期待咩？复仇，黑木东美，限制自由嘅教育。颜面扫地咁真系颜面扫地，应该唔会系秘密暴露啦。颜面扫地好，一定系咁啊！啊，搞掂 ，very good 啊！好，黑木东美就系呢个样啊 ，S 级抽奖券啊！哎呀，我仲以为会有啲体力券之类嘅嘢添，好解决啦。呢一度咧，佢会写咗呢个表咧，佢写埋咧今次呢个案件有啲咩牵涉嘅人物嘅。原来我而家先发现，吓冇体力啦。咦，我哋有体力券喎，原来 very good。黑木东美就系今次嘅犯人啦。啊，人噶嘛，嗰个竟然系学生会会长，估唔到就喺我哋呢边啊！呢个名人，冇错，就是、学生会会长黑木东美，真定假都系一头雾水。咁出名嘅你会引发分身灵案件。我父亲一直严厉咁咧，将我咧抚养长大，冇自由，过住咧十分痛苦嘅生活。当我上到高中，我注意到一样嘢，唔通一直咧要唯命是从咁活落去？咁样谂过之后，觉得自己以前咧太愚蠢啦，我需要自由咁活落去。于是我邂逅咗音乐，音乐对我嚟讲系唯一可以感受到自由嘅事物。而之后咧瞒住父亲作为歌手活动，完全唔公布名同埋呢一个嘅履历嘅原因，就系因为唔想俾李市长发现，冇错。跟住我嘅活动随住粉丝增加而变得频繁，一切都好顺利。但系某一日呢件事被父亲发现咗，佢突然间话音乐对你嚟讲咧只有咧不良嘅影响嘅啫，你只要听我讲就得嘅。之后咧就喺我面前咧整坏我最重要嘅乐器，咁样逼自己亲生女，我唔明佢就系一个咁嘅人。我本来以为有音乐咧自己终于有自由啦，但系咧呢个世界如今俾佢完全夺走，嗰时。认为只能对父亲咧言听计从的人生十分绝望，同时怒火涌上心头，为分身灵就咁喺呢一个对人生绝望和愤怒当中诞生。今次就是案件出现的理由，唔怪得你咁憎李市长，冇错。我想俾父亲尝下我的痛苦，所以我要毁掉他最珍视的地位和名誉，这个就是我对他的复仇。梦想遭到家人的反对，的确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，但如果这个是东美你真正想做的话，即使他反对你都应该要继续做。如果是令你不快很抱歉，但是不得到李市长认可就不可以做的事，那就意味着你依然被李市长玩弄在手心当中，他已经没办法再束缚我了。这个只是我个人想法，认为生活属于自己，不属于除了你以外的任何人甚至父母，因此你点做咧都系你嘅自由，同时站应该系自己咧孭起上嚟。而而家嘅东美咧，将所有站咧推向俾李市长咧。东美嘅人生咧，只系属于自己，属于你嘅自由，所以你嘅自由同幸福，你要学识自己负起责任去实现佢。我从来都冇谂过，你做乜要做多余嘅事情咧？你中意音乐系咪？咁就唔好将时间咧花喺复仇嗰度啦，应该咧将心思放喺 fans 度。冇你讲得咁简单，我父亲有几严厉，你唔了解。
所以要讲几多次先明嘅？冇理事长嘅指导，你就咧活唔落去。我直讲啦，唔兜弯啊，其实俾自己束缚住。真系咧咁爱音乐嘅话，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去无视理事长嘅反对。而你做唔到呢一点，一直话要复仇，怀疑咧你系咪真系中意呢个音乐啦？系真心中意。会长喊啦又，你又将人讲啊，都系最衰都系你啊！边个叫你讲得咁直接？唉，对唔住，系咪真系做得太过分？冇所谓啦，讲得啱咩？自认为咧玩音乐必须要得到理解同认可，其实唔需要认可，只要你自己承担呢个责任就得噶啦。真心爱音乐嘅我唔理佢点反对，都应该继续坚持。咁简单，点解我唔明？多谢你令我注意呢一点，唔使。而且我应该道歉嗰啲狂妄嘅说话。我哋啲粉丝等紧你嘅，我都系啊，从会长嘅歌咧得到勇气。我今后咧会更加中意音乐。够钟啦。开始结案，今次嘅犯人咧就是、黑木冬美，因为咧父亲束缚啊，令佢觉得自由被夺走，跟住咧就令分身灵咧喺人生当中嘅绝望同愤怒诞生，为咗向父亲复仇啊，引发一连串案件，动机同埋呢个身份已揭露啦，进行净化。佢咪之后会着呢啲衫嚟翻学啊？呢一套好似仲好睇，好睇过佢嗰个学生look。哇，冇体力啦！分身灵消失。总觉得对会长的印象改变了，以前觉得他很难接近，现在就很亲切，说不定可以成为好朋友。你确定不是想成为这个 私下的 fans？ 才不是，小母知怎么想啊？不都被我讲中了，很烦啊，我做的 fans 有什么问题？今次案件当中他应该有协助者，上次他破坏铜像，突然有人在后面用灭火器，的确是这样啊？你记不记得了问？为了在这里聊天啊，这不是咖啡店啊？按照约定啊，继续恢复你的记忆，开始啦。OK， 晕咗啦又，我哋主角又要恢复记忆啦。好，大家都到齐啦嘛，这个洞真的很暗啊，系啊。不过正因为暗啊，所以显得咧火花先漂亮。我执嚟树叶啦，咁样就可以烧出最旺的火啦。哈哈，开始兴奋啦，我开始啦。喺修学旅行见到嘅就做嗰个啦。我仲带咗咧写愿望嘅字，好啊。樱树，都系算啦咁样。你有啲咩好惊啊？都话冇问题咯，但系。喂，你注意下气氛，你搞咗好多嘢嘅，你真系唔想同我哋玩啊？对唔住啊，我就算啦，唔玩啦，我去外面等大家，好啊。樱树佢哋应该冇事嘛？啊，哇，好大嘅烟，救命啊！呢个声系唔通？呢个咩事啊？烧着晒，救命啊！吸入太多烟啊！樱树，等阵先，我而家叫人啊！啲友嘅仔会咁啊？从现场嘅情况嚟睇，佢咧佢哋喺呢个洞入面烧呢个落叶啊，导致一氧化碳。三个孩子中咧，只有一个人咧保住性命，另外两位已经点解会咁噶？如果当初果断啲阻止大家就好啦，事情就唔会咁啦。边个叫你咁做噶？系个家伙第一个话要做咩话？点解你叫我咁做？原来系你啊！做咗啲咩啊？将个仔还翻俾我哋，等先，被冤枉噶系。做咩挂喺我度啊？明明唔系我叫大家做嘅，其他孩子都话系你做吓，边度有其他孩子啊？樱树嘅父亲唔系啊，呢啲系你嘅主意嚟，你讲咩啊？全部都系你嘅错啊！点解你嘅错要赖喺我度？我哋唔系朋友咩？太过分啦，实在系啦，我记得啦，当时嘅我咧被信赖嘅友人咧背叛，除咗对人与人之间嘅基本同埋友情，感觉到绝望。所以佢嘅分身灵系咪即刻出现咧？我即刻用呢个恢复券，几多体力啊？要三啊！我用一次啊！喺嗰之后咧，过去好几日啦，我哋同往常一样过住悠闲嘅校园生活。啊，早会开始，请理事长先生发言。早上好，各位同学，今日要讲嘅系会长冇翻学啦。自从嗰日佢请假，理由系身体唔舒服，唔会系闹交啊嘛。可能咧，理事长嬲啊，唔俾佢嚟。等放学咧，大家一齐探佢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咩事啊？点解灯熄咗噶？突然播起音乐，呢首歌系睇下嗰个系会长站喺大家身后，呢、这个咪就系歌手？到底咩一回事啊？我报咗你，大家咧受到惊吓啦。今日嚟呢度咧系想令大家了解我嘅，我叫黑木冬美，系呢个学院嘅学生会会长。你话学生会会长唔系啊嘛？冬美呢度做咩啊？阿爸已经下定决心啦，我唔需要你咧帮我规划我的未来，我的未来由我自己决定。你有讲咩啊？快翻嚟，唔好讲。等一阵先，理事长，请你好好听会长讲完啦。啊，呢、这个一早知佢嘅身份啦，其实。
沖海，唔通協助者制佢？阿爸我認真嘅係，唱啦會長，我都想聽你唱歌。哇，體育館嘅演唱會好潮啊！快唱啦！冇錯，呢一個就係我想追求嘅嘢啦。係咪有得睇佢嗰個？冇得，佢冇得遮住呢一個嘅字幕喎。我想遮一遮個字幕，佢冇啊，好厲害！激情嘅音樂引到咧學生咧歡呼雷動，歡聲雷動。呢、這、一個嘅情景咧同演唱會冇區別，而且唱歌嘅佢咧睇嚟咧格外自由。哦，冇得玩啦！仲有，我哋用埋啦，既然系咁，睇埋佢。晚上好，終於嚟啦，等咗你好耐啦，對唔住，我嚟遲咗。黑木冬美嘅歌手形態，歌手形態係咩嚟？被老師説教，算係啦。畢竟做得有啲過火，啲老師肯定好嬲。哇，今日真係好有型，不愧係你嘅過獎啊！我會唔好意思，害羞嘅表情都好可愛。留意冷靜啲啊，留意。可唔可以簽個名？你唔使叫我啲咁嘅稱呼，直接叫我冬美得噶啦。畢竟你哋係救咗我嘅救命恩人，既然話我哋係恩人，名人咁樣讚我咧會怕醜。不過話時話，消滅分身靈咧成為我哋嘅主業啦。與其話係神秘研究寶，又話消滅分身靈寶，唔通大家之前都好似咁樣咧救過其他人？嗱，全部都係，我係第一個被拯救嘅，我都係嘅。仲有我啊，原來係咁啊。可以嘅話，小冬美加入我哋啦。我哋有住同樣嘅遭遇。同我哋一齐一定会好轻松嘅，啊！但我唔记得咗你要开演唱会做学生会嘅工作，冇事我都好开心。只要大家同意咧，随时都可以加入你哋。嘿嘿，会长加入我哋咧，听出年嘅活动费又可以增加，我唔会偏心噶，好遗憾。大家都举起杯啦，为咗庆祝冬美加入同埋呢个神秘学研究部嘅复活，干杯！大家睇嚟咧都好快乐。太好了，我哋和好如初。之前我仲谂住咧，冇办法恢复原来嘅关系。寄到我身边嘅恐吓信，袭击我哋人嘅人咧，带住呢个暴徽。呢几日发生嘅事情实在太多啦。我坚信咧，嗰犯人一定系咧令我哋互相怀疑嘅陷阱。机会难得，叫阿布先生做啲咩？阿布先生系边个？系呢个酒吧嘅店主啊。所以虽然睇起嚟有啲恐怖，但其实可爱嘅人。不过一直都见唔到佢出嚟，我去揾佢。阿布先生嘅房间喺入面啊。啊！阿布先生就系嗰只鬼，但冇看到佢唔喺度。佢好似掂到呢个人嘅手，唔通瞓咗喺地下嘅阿布？阿布先生冇嘢嘛？佢晕咗，点解会咁噶？总之要快啲通知得。又电击，呢个系电击枪。你打破咗警告，所以接受惩罚。然后我就失去咗意识啦，通关。黑木冬未来到活动室啦。Oh no！ 我哋冇得再玩。紧要啊！我哋去活动室睇下。依家我哋已经解决咗第五章同埋第六章啦，解决咗之后啊，唔系下一章第六章，依家第五章 ，OK。第七、第八、第九，我好似冇乜印象喎，所以其实七、八、九先系我真正未玩过嘅剧情系啦。好礼物，我哋睇下活动室系咪可以抽嘢啊？抽下嘢先，兼职。啲消出要体力嘅就唔用啦，我都冇体力啦已经。抽奖，抽啲咩神奇嘅东西出嚟咧？啊，鬼城起座好。啊，唔够啦，抽奖券一次要四张券啊！我仲差一张咁样。黑木冬美，基本。哇佢哇好多嘢睇喎，十二咧我好想睇下喎。不过呢啲我哋等爆个机之后或者基本满咗之后一次过睇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嘅绝望监牢你都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呢一个嘅第六章嘅剧情。好，拜拜。